之前不是玩了一款小黑子大战僵尸的改版吗？我发现它不仅有喷喷的卧龙，还有其他的放厨。厨师讲，他的技能摊肉饼，只会生成一个伤害圈，植物在肉饼的范围内会被他的高温烫干掉。最搞的是，他竟然还会触发坤坤语音包。你干啥？喜欢我的话，快来支持一下吧！